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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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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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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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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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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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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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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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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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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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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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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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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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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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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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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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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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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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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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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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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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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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善导大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是不问罪福，不问十戒九禁的。有些人呢，可能认为说我罪业深重，阿弥陀佛可能不要我了，或者认为说自己修的福呢不够，做的好事啊不够多，阿弥陀佛呢会不理我。但是事实上，弥陀化身的善导大师啊就说，阿弥陀佛啊是不问罪福的，就是我们众生所做过的好事跟不好的事，阿弥陀佛通通呢不会过问，不问罪福时多少。不问呢就是不看不管不理，我们的罪业烦恼再多，做的好事啊功德再少，甚至一点都没有，阿弥陀佛呢都不会过问，看都不看的那一种。那阿弥陀佛看什么呢？阿弥陀佛啊就只有看念佛而已。我们呢只要每天呢有念佛，那什么都没有问题了，阿弥陀佛呢就来护念我们了。有些人呢可能就说，怎么会这样不问罪福的呢？那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不问罪福呢就好像救人一样，好像啊世界各地呢常常发生灾难，那救生人员啊看到有需要的人呢马上就开始急救了，是不是？像这次世界性的大疫情，很多人呢感染到病毒，呼吸困难，送到医院。那各位，那些医生救人的时候，他会不会问那些病人的来历的？会不会说你是读到啊这个博士毕业的？哦哟，那你这种呢就要赶快救，赶快救。然后看到另外一位啊，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之前呢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的，然后就说算啦，这个呢就不救啦。你就在那里啊，慢慢等到病死呢，也是你的事。谁叫你以前呢没有做好事？谁叫你以前呢没有读过书？各位啊，医护人员呐、会不会这样子来问病人的来历的？如果会的话呢，就惨啦，这个不是医护人员呐，那是遇到恐怖分子啦。因为恐怖分子呢，才会看这个身份条件的。恐怖分子，你看他就往往呢就是找有钱人绑架，要拿到钱呢才会放人。就是要讲条件啊，谈条件的。但是救人的话呢怎么会这样子计较呢？
救人呢是看到有人呢就救了，没有条件的。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不问罪福，就是因为阿弥陀佛呢是来救人的。当阿弥陀佛呢听到哪个人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像啊是这个救生人员呢听到人家喊救命一样，那当然呢马上呢就救了，哪里还会看呢我们是罪业多还是做的好事少呢。阿弥陀佛啊他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他不是呢恐怖分子啊来跟你交换赎金的，这个呢不要搞错了。所以释迦大师呢就说，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也说念弥陀，弥陀愿力皆平等，但使回心花自捧。阿弥陀佛呢就是这样子冤亲平等的，就算有一位曾经伤害过呢佛法最深的罪业众生，只要他有念佛，阿弥陀佛呢还会把他当作自己最爱的人在照顾。这是正道圆满的大圣人阿弥陀佛才有的境界，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的念佛，阿弥陀佛呢马上啊就拿着莲花呢来迎接他了，就是念弥陀，弥陀愿力皆平等，但使回心花自捧。各位啊，拿着花来迎接啊，通常啊是 VIP 啊很重要的人物啊才会有的事情啊，是不是？我们看每次那些总统啊出国下飞机的时候，人家都是拿着花呢来迎接他的，但是现在是佛中之王阿弥陀佛自己拿着花呢来迎接我们这些凡夫念佛人。从来呢只有看到众生呢给佛善花的哈，但是呢就没有看过呢是倒过来的，佛给众生呢迎接呢还带花的，就是除了阿弥陀佛这一尊佛而已。所以有时候啊有些人呢还很怕呢阿弥陀佛呢拿着花呢来迎接他，这个就糊涂了。各位要知道，得到阿弥陀佛亲自拿这花来迎接，那是多高的荣誉啊。各位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看过呢哪个国家总统总理啊是拿这花来等人的，都没有的。如果说有一天这总统拿这花等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呢肯定是了不起的了，他应该呢是做出呢很大的贡献，所以总统啊就是拿着奖杯啊等着要颁奖给他了。但是阿弥陀佛，我们看阿弥陀佛呢不用呢我们做什么贡献，甚至我们什么贡献呢都没有做，甚至阿弥陀佛都完全不在意啊我们过去的罪业呢是什么，不问罪福的。只要呢我们现在张开嘴巴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啊就拿着莲花亲自到我们的眼前啊来迎接我们啊。那有人说，有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各位啊要知道，我们今天讲念佛啊并不是呢看我们的感觉的。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阿弥陀经，佛是怎么说的？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佛就说我们这些众生就是要相信念佛的功德是这么不可思议的。佛没有叫我们要感受哈，各位，佛呢是要我们呢相信而已，那我们相信了就是了。因为有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我们普通人啊那是感受不到的。各位不信是吧？好像哈，你们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呢这个地上呢在动？不要担心哈，我不是讲这个地震，其实呢我们这个地球就算呢它是没有地震，但是呢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上啊都是24个小时都在动的。如果说今天这个地球没有动，那我们呢就不会呢看到白天跟晚上了，是不是？各位，你们每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呢升上来啊，从西边呢下去，请问这是太阳在动还是地球在动呢？是地球在动吗？因为呢是地球呢自己在转，自己转了一圈啊就是一天白天晚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站在呢这个地球，站在这个地上，是每天每小时每一分每一秒啊都在动的。上次呢就看到呢这个报告，地球啊一秒啊是动了这个400米，一个小时走动啊就1600公里。我们平常开车啊110速啊就是要超速了，但是地球转动的速度啊是1610速。但是各位，我们看我们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会错觉以为这是太阳在动啊，不是地球在动。所以不要以为说呢我们没有感觉的事情啊就一定呢没有发生，因为有些事情啊那是我们人呢无法感受得到的，
像这个地球转动啊，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就是感受不到。那念佛的功德呢，就是这样。佛说念佛呢，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念佛的功德好处啊，它是超越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才叫做不可思议。我们感受不到啊，那也是正常的，这就是不可思议嘛。像以前呢，跟大家说过一个故事，你看那个故事呢，就是讲到本来有一只水鬼啊，要找这个替死鬼的，但是呢，刚好那个人啊，在河边喝水的时候，他随口啊就念了南无阿弥陀佛，结果那只恶鬼啊就被挡住了，就靠近不了他。但是那位喝水念佛的人，你看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时的他呢还是喝醉酒不清醒的，他就是这样子喝醉酒不清醒，在河边喝水啊，随口念佛，结果呢就把鬼呢给挡住了。但是这样念佛还有效哦，我们看，这就是不知不觉念佛得到好处，他自己不知道的，但是却得到好处了。还有呢，上次呢给大家讲啊，这个理发店的公案呢也是这样。你看理发店的人在自己的店里呢念佛几天，结果呢就被一位啊哑巴发现到有佛光出现，把他对面在杀猪场被杀的猪呢接到极乐世界了。各位你看，如果今天呢没有那个哑巴呢没有把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啊描述出来啊，那位呢念佛的理发师呢他自己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就是发生了。那印光大师呢也有说过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当时有一位厨师就被聘请到啊寺院呢来煮饭，但是啊厨师本身呢他是没有信仰的，没有念佛的，人家呢在佛堂呢念佛呢，他就是在呢厨房的煮饭，一次呢没有去过呢佛堂。结果呢没有想到，当一位亲戚啊即将过世的时候，他看到呢这位厨师啊身上有光，然后就跟他说，你把身上的佛呢给我啊，那我就可以离苦得乐到净土了。那厨师说，我从来都没有念佛，怎么可能有佛呢？有人跟他讲，虽然说你平常是没有念佛，但是每次你煮饭的时候啊都有听到他们共修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那这样也算？那厨师就好奇说，这样也算吗？是啊，你这样随便听到佛号也算。结果真的他就这样超度他过世的亲人到净土了。各位我们看，这个更是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沾上了佛号的光了，但是他还是得到利益。要不然他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又怎么可能呢可以超度他的亲戚呢？就是念佛的功德呢起作用了。所以佛说，我们真的要相信啊，念佛的功德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到连一个忤逆十恶，完全呢没有个人的修行功夫功德的人，只要念佛都可以得到利益。这是啊我们要相信的事实，跟我们有没有感觉感受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念佛有感受可以，但是念佛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觉得干巴巴的同样也可以。我们就是相信不管怎么样的念佛照样的管用。佛说的，如的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有人就怀疑说，我这样注意神中念佛行吗？我念佛的时候有妄想真的可以吗？那佛就会说，如的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又有人说，我什么呢都不会修，只会啊单单念一句佛号，真的能够起作用吗？那佛还是说，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可能呢过后呢又在怀疑说，那我临终昏迷啊不能念佛要怎么办呢？那佛还是那句，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